give me my check. I was like, hold it, nothing.
除非你们不介意我做娶亲的老婆，侏儒，你也太没自信了吧！有你难，小镇的守护者何姐警长驾到，是你报的警吗？是你报的警吗？这位先生，是你报的警吗？是，我有罪，我让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了。你有病？怎么会有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你啊？我这个芳心纵火犯，不信可以问他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姑娘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们认识这位语无伦次、胡言乱语的先生吗？谁呀？喂，你们俩有没有得到我，就装作不认识啊？那这位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也对我很坏，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让你罪加一等。凭什么抓我？哎，凭什么呀？让我讲清楚，小心我女丧，好吗？他又找我什么？
一开始你的原因
这个地方又要关上门啊。 Thank you.
Thank you.
good job.